您是不是不能分期应付您的抵押？小心 fee for service scam。假冒的公司正紧紧地瞄准房主面临房子被银行收回的灾难，他们说服您出几千美元来支付贷款修改，而事实上他们带着你的钱远走高飞，永远都不回答你，令您失去你的家和您的钱。作为交换，他们答应您帮您改修你的贷款。有时候他们甚至说，我们和您的贷款人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任何人跟您保证他们可以阻止您的房子被银行收回都没有说真话。临时付费不能保证您的贷款改修，只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才能够批准，而提供您的地区非营利性机构可以帮助到您。